快捷汉语一加一。快捷汉语一加一。第九课，家庭。词汇：家、爷爷、奶奶、姥爷、姥姥、爸爸、妈妈、大爷、叔叔、姑姑、舅舅、姨妈、哥哥、弟弟、姐姐、妹妹、儿子、女儿、孙子、孙女、外孙、外孙女。句型：爷爷是谁？爷爷是爸爸的爸爸。妈妈的妈妈是谁？妈妈的妈妈是姥姥。你有几个叔叔？我有两个叔叔。词汇：父亲、母亲、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。句型：你父亲兄弟几个？我父亲兄弟四个。你有几个姐妹？我有两个姐妹。词汇：夫妻、丈夫、妻子、姑姑、姑父、哥哥、嫂子。句型：姑姑和姑父是不是夫妻？是，姑姑和姑父是夫妻。哥哥的妻子是你的什么人？哥哥的妻子是我的嫂子。词汇：孩子、老人、喂。句型：你父母有几个孩子？我父母有三个孩子，我哥哥、妹妹和我。你家有几位老人？我家有两位老人。你家的老人是谁？我家的老人是爷爷和奶奶。词汇：口。句型：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五口人。你大爷家有几口人？我大爷家有四口人。
词汇。年龄。岁。岁数。年纪。句型。你弟弟几岁？我弟弟九岁。你今年多大？我今年21岁。你妈妈多大岁数了？我妈妈45岁了。你奶奶多大年纪了？我奶奶68岁了。词汇：身高，米，厘米。体重，斤，公斤。句型：你多高？我1米66。你妹妹的身高是多少？我妹妹的身高是1米62。你的体重是多少？我60公斤。你哥哥多重？我哥哥125斤。词汇：住，一起。句型：你家住在哪儿？我家住在美国。你和父母住在一起吗？是，我和父母住在一起。你爷爷奶奶和你们一起住吗？不，我爷爷奶奶不和我们一起住。现在你住在什么地方？现在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。词汇：住房、客厅、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、院子、阳台、楼梯。句型：客厅在哪儿？客厅在房子中间。你家有几个卧室？我家有3个卧室。你家有院子吗？有，我家有2个院子。词汇：季节，春天，夏天，秋天，冬天。句型：现在是春天还是秋天？现在是春天。1月是什么季节？1月是冬天。你是什么季节来中国的？我是秋天来中国的。这儿的夏天怎么样？
这儿的夏天很热。词汇：鸭、介绍、一下、高兴、认识、知道、同学、空、玩儿、八、一定。绘画练习。他是谁呀？我来介绍一下，他是我的朋友。很高兴认识你。认识你，我也很高兴。我知道你，我的同学说过你。啊，是吗？有空来玩吧。好啊，我一定来。